不要被拜登这个老狐狸给骗了。哦，原来他是为了选票，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什么都说得出来啊！好，但是呢，最近也有美国官员也放话，他说啊，你看哦，我们这事要赶快解决，因为中国就乐见美国会未达成共识，然后导致我们债务违约。我也觉得很好笑哎，哎，你们国家债务违约关中国什么事啊？打预防针嘛，他是打预防针嘛，你不要再卖外债啊，再卖的话，对不对？这种都是放话的。刚看到一个数字，光是到统计到五月三号而已哦，中国大陆的出游人数就是2.74亿人次，然后呢，光是中国大陆国内旅游哦，是1480.56亿元人民币，哎，对，你这个非常惊人。今天我出门之前看到绿媒的报道，说五一这么多人呢，消费很低。在这个民宿跟旅馆呢，都还没有这爆满，都还有一半空的。老百姓睡到公共厕所，我说几亿人口公共厕所有这么大吗？这个大陆老百姓很爱凑热闹，是真的。两年的 COVID-19 大封城了，对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心里面，对不对？今年五一长假能够出来活动，我看了很多片子。那个泰山上面挤的，对，哪里看到泰山嘛？只看到人家的后脑勺嘛。第一组都没批的这么厉害。对啊，所以他就人口多嘛。对，人口多，因为他的景点虽然大，可是经不起这样子。但他愿意出来花钱消费，花钱消费，排队行啊。我那他这个烧烤店，你能白吃白喝吗？对呀，你看很多就这个。这种刺激消费是必然，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串一串都是钱，都是商机，都是消费。对啊，对啊，它一定消费嘛。这个尤其是美国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不敢消费。对。很多国家现在不敢消费。东西都贵。对，因为工作可能也通货膨胀，美国还在裁员呢。对，裁员、失业，然后通货膨胀，对政府没有信心，对国家发展没有信心，才会。哦，不敢花钱。哎，对。其实中国的不敢花钱也是很有名的，因为中国人有储蓄的观念。对，买黄金。所以中国搞金融作战，他为什么大手大脚？他管国内储蓄就支持。上次香港那个金融危机，他政府一下拿很多钱砸出来嘛，对不对？美国的是什么？美国是月光族很多。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每个人每个礼拜就在签支票，那个时候是用支票啊，每个礼拜在那签支票。什么都是超支，所以他们这两个国情不一样。但是你看五一这个出来的消费量当然大嘛，开玩笑了，非常的震撼哈。那建长，全世界储蓄率第一名啊，刚刚苏家军也说我们中国很会储蓄啊，45.5%，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第二名是多少你知道？37.几。那接下来的都是三七跌，很多都三几，你知道？中国人是超级会存钱的。那当然这一次啊，就是因为疫情这两三年呢，大家报复性的消费，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啊，经过这一次看淡了人生生死了，就觉得何苦呢？对不对？你存那么多钱做什么嘛？我也劝各位，如果像我这个年纪的，如果你这个观众像我这年，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花吧。首先。抖内一下给这个节目，好不好？我们这个节目需要大家支持。看淡，明年将来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你今天这个钱值这个钱，一年之后还值多少钱？你知道吗？的确啊，真的是差很多的。最后三分钟时间，还有一题哦，刚刚差点忘了。但的确哦，中国最近我们看到了，消费力很强。好，还有呢，这个战斗力很强。另外呢，你知道吗？中国的造船业有多强呢？最近啊，中国的船舶集团跟法国的达菲海运就在北京签了这个订单了，要被为法国打造16艘大型的集装箱船。这个总额哦，这笔订单210多亿人民币，这个也是中国造船业一次性最大的金额的这笔大订单。中国的造船业2002年连续13年哦，都是全球市占第一哦，总产能占全球份额47.3%，也难怪现在已经没有美国。我的份了。中国在2018年的时候，它的制造业哦，其实中国我就说，美中争霸，中国是打
打不败的，就是因为它的制造业实在是太强大了。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总额超过美国加德国加日本，全世界三大工业国加起来抵不过中国一个制造国。为什么中国制造业能够这么厉害？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我最熟悉的，说你说这个船呢、啊，还不是所谓的尖端科技哦、啊。我说潜舰，我们现在想要造第一艘自己国造潜舰，我们大概编了已经530几亿了。嗯，将来能不能造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泰国几年前向中国买，中国大陆买那个潜舰是原级潜舰哦。如果你了解这个潜舰什么，原级潜舰算很新的哦，它的吨位超过3000吨，它有 AIP， 就是绝密推进系统。当初我们在造这个的时候，我们没有绝密推进，然后曾经有人说我们能不能做绝密推进，那个黄曙光当时说如果要绝密的话大概要800亿才能够造得出来，结果他们卖给泰国的这一艘原级的将近3000多吨的有 AIP 的一艘，大家记住他的钱哦，100亿，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这钱直接八艘800亿跟中国去买，我问你，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跟大陆没有像这些敌对的这个状态啊，什么像来像去，我们有钱跟他买这八艘，我问你，你会买这八艘，还是自己研发一艘，不知道将来造出什么东西，或者到别的国外去买呢？中国的竞争力就在这里。嗯，我要补充他一下，因为很多老百姓还不知道 fuel cell 就绝密系统是造成潜舰的性能有多大的差别啊。因为潜舰它里面有内燃机在发电的，跟电池的储电，打仗的时候用电池保静音，不打仗是要发动。那你发动的话，那个废气往哪里跑？你要不要上来换气？所以潜舰没有 fuel cell 没有绝密系统的潜舰，它不时就要起来换气，就跟那个金鱼一样，是很容易被发现了，要来喷个气。绝密系统是当年我还在国军的时候就想要跟德国买那个绝密系统的潜舰，柴油潜舰，你才能够出海打仗一两个月啊，几个礼拜才能潜在水底。你如果三不五时要浮上来的话，就不是挨打吗？所以他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老共的潜舰现在可以做卖给人家那么便宜，而且有这个东西，我们花500亿还没有那个东西。是。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这些绿媒不会告诉你，中天会。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势分析，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